尤其是到了晚上，我一个人更难受，可见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啊，只好抱着花枕走。大家走到哪里去？多谢雷哥到哪里去？对，有我哥到哪里去？不是我不爱你，可惜你妈不同意，她说我没啥出息呀，不让我俩在一起。男人要顶天立地，努力奋斗要争气，搭配几年荣归故里呀，一定会把你来娶。多谢姐姐。我三十出头，就是没有女朋友，看着别人手牵手啊，心里感觉酸溜溜。对对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我一个人更难受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啊，只好抱着花枕走。哥哥，谢谢，大家生日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多谢多谢。不是我不爱你，可惜你妈不同意，她说我没啥出息呀，不让我俩在一起。